陈先生吗？哎，我到你家楼下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赵总，哎，请进，请进。辛苦了，这么远让你跑来。不会，值得。那地段这么棒，一进门就有一股熏风吹来。够讲。老师，你喝茶。哎，不用麻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老师，你坐这吧。桌有动作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哎，随便坐就好，随便坐，对，随便坐。啊，要不然老师我们喝酒吧，刚好有买一瓶威士忌，小酌一下。老师，今天谢谢你。我请你来就是想，透过老师的鉴定认可来帮我的房子背书。陈先生，您身为一个科技业的一个大老板，底下的基金会也为台湾社会贡献了许多。时有所闻啊，但是自己过的这样子单时飘逸的生活，我实在敬佩不已。要我们做这一行的，生来的天命就是帮助你们这些人，因为你们能帮助更多。老师，您过奖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能请到这个明老师，也是我的荣幸。该准备的，我都准备。陈先生，你别这么说。今天我们的指点啊，买房装潢啊得好运，卖房啊轻松高价卖。所以说，您是要卖房吗？是的。阳神阴神和谐调和，藏风蓄水是个好地方。但有没有放在客厅的椅子？拿出来吧。是你自己说，房间挑高两米有助氧气流动。拿出来吧，房间都整理一下。老师，还有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，我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我。天天天天，伊家人无量，不安安安安。
人分手去莫照夜，合合合合甲平顺是好听。